姚嘉妮和前夫林祖辉在六月中突然爆出离婚，离婚之后姚嘉妮就先去到泰国散心，她说之后的工作已经排得密密麻麻，重新出发。姚嘉妮早前接了无线新剧《特勤女团》，最近就晒出了第一日开工的相。46岁的她皮肤状态 keep 得好好，她就说好耐冇拍剧了，第一日开工紧张。林祖辉在1999年和姚嘉妮拍拖，在2006年他们宣布结婚，婚后生了一对仔女，但到今年就承认已经分开了多年，而一对仔女就会由双方共同抚养。